你管这叫救死扶伤医疗兵？别担心，我会担心。目前三角洲行动中最帅的两个干员皮肤，一个是威龙的铁面判官，载具看到这张脸都得吓得虎躯一震，还有一个是红狼的噬金玫瑰，霸气侧漏。剩下的几位虽然还没什么皮肤，但原始皮肤也很有特点，像麦小文这小蛮腰我也是把持不住的。可你要说谁最平平无奇，那一定得是俺家风衣，并且风衣是每个玩家被看脸次数最多的干员，因为在大战场中风衣每救你一次，你都得盯着他深邃的眼神看一次。可能策划也意识到风衣是八宝洲大红人，所以就在今天，风衣迎来了他的首款传说级皮肤危险物质。气场，你管这叫医疗兵？咱评鉴一下魁蟒包。首先是封印的皮肤，整体上穿了一套防护服，面罩很有意思，感觉是在致敬戴鸟头面具的瘟疫医生黑死病战士。不过细品你会发现，这面罩既像鸟头又像鼠头，腰上还挂着三个狗牌，那说明封印能救也能杀。面罩上的几根导管连接着背后的容器，仔细一看，我的妈，容器里竟然泡着一只大老鼠！我极度怀疑这封印救你时给你注射的是不是耗子尾汁。注意，除了人物皮肤，它的配套道具无人机、机速枪、烟雾弹也都做了相应的皮肤改模。然后是 SMG45 冲锋枪危险物质， K416 突击步枪危险物质。万万没想到枪械都穿上防护服了。后面呢就是名片、头像、喷漆。别问我兜里还有多少钱，因为有我风衣在你就挂不了，所以刻不容缓。风衣报道，我细说，作为风衣首款传说级皮肤，又是一口价捆绑包，标价400多块钱，但按照648的充值折扣算，实际是340元。贵不贵要看和谁比，重点是这皮肤可以用三角券购买，你的曼德尔砖、不想要的低品质典藏皮肤都可以卖掉换三角券，甚至通行证里都有720的三角券。我目测呀，有的玩家已经白嫖到了。如果你主玩烽火地带又喜欢跑刀，那么这皮肤简直就是为跑刀仔量身定做的，背后关着大老鼠又戴着鼠头面罩，你猜寓意什么？如果你玩全面战场，喜欢妙手回春救死扶伤，喜欢让队友多看你的绝世容颜，那危险物质就更合适了。哎，烟幕一拉，趴下就扎，让倒地的队友都来尝尝我的耗子尾汁。所以你说这是医疗还是投毒？